1036集，他举手抬足即可要崩坏天地，仿佛整片大世界都容纳不下他，一切都要毁灭。他浑身如乌金铸成，魔体摄人是如此的可怕。叶凡严重怀疑佛陀都曾观过该族的至高法诀，才创出了千手佛身。咚的一声，少年疯子出手简单而直接，一拳具有黄道之气，大开大合就打了上去。狂涛席卷而出，十方俱灭。无光一闪，千手神魔出击并未躲避，也是很强势，千手齐摇如一片山一样压了上来。老疯子对决太古的大圣，天崩地裂。人们只见到天上垂锐气，地上吐金莲，各种异象纷呈。这种级别的战斗，连大道都有了感应，生出各种各样的奇异景象。两人的对决分外激烈，乾坤大崩坏一样碰撞。千手神魔乌光蔽日，老疯子也是催动圣力，与上千只黑色大手交击，整个人快于电光。砰的一声，突然间千手神魔手中出现上千把神兵，个个都是可裂天穹，一起舞动向前打来。也不知道有多少虚空大渊出现，无尽黑暗连向次元空间，分别与千把兵器交融，一起笼罩镇压老疯子。这是一种大事，借诸天次元空间之力，要永封一个远古圣人，让其灵灭。一枚黑色的太阴神符出现，这不是少年老疯子的兵器，是他以太阴圣力凝聚出的，定住了虚空，斩向了上千只黑色的大手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场龙争虎斗，是一场可击毁紫薇大帝的战斗。如果没有那些古镇守护，恐怕这片大荒早已被打沉。又是一声大响，老疯子以太阴神符横扫出一片刺目的光华，太阴圣力全面爆发，至柔至阴，将千手神魔许多兵器粉碎了。同一时间，太古生灵中的大圣也是一声长啸，上千道乌光飞出，在少年老疯子的胸口划出一道又一道血痕，几乎露出了白骨。远处人们惊呼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。这位圣人的成败关乎亿万人族的生死，每一个人都心神欲裂。一道炽盛的白光一闪而过，将所有法则的力量都驱散了，并未使伤口恶化。少年老疯子显然修有不止一种古经，这一次他眸子中的杀意更浓了，大步逼了过去，太阴圣力消失，交织出一道道如神裂一样的法则，冲向四方。哗啦啦的，天道锁裂狠狠如龙，以老疯子为中心蔓延向四面八方，洞穿向太古族大圣，如神的发丝在舞动，火星四射，千手神魔的上千把兵器被斩断了上百件，两者间成千上万道古圣秩序在交织，每一条都能毁掉一个大教的根基。生死大战随时都会分出结果，两人皆摧枯拉朽，以无上圣命在搏杀，一旦陨落，将是一族无可估量的损失。噗的一声，少年老疯子无比的疯狂，杀意如汪洋，他在各种神则中冲击逼了过去，迎着一把九彩神剑而上，被刺穿了身体，而他却也到了近前，用力一拳轰出，中正平和一下子打了出去，将千手神魔半边身子打烂，成为了一片肉泥。太古族的大圣没有想到他这么疯狂，千手齐动，各持兵器斩了下来，插在其身体内的九彩神剑更是想搅动，想让其身体碎灭。少年老疯子身体坚于金刚，自己用力一震，将这把剑折断，九色散去，归于平凡。转眼间三千招已过，两人都快到了极致，
相当于三千大道法则打了出来，混沌起汹涌，可怕至极。思想皆灭，归于永恒。就在这时，千手神魔大喝，打出了一道无与伦比的神则秩序力量，将天地都压塌。四片古老的星域闪烁，垂落下千万星辉，从天外而降，化成一方枯寂的宇宙，将老疯子罩在当中。大劫降至，宇宙枯寂，归于永恒。这是一种无法抗衡的神则秩序，什么都不能阻挡，就连少年老疯子都吃了一个大亏，身体被这片枯寂的小型宇宙包裹，一下子被抽取半身精气，浓密的黑发都花白了不少。他一声大吼，如魔性大发一样，满头发丝倒竖，杀意无穷，举拳轰天，逆夺损失的精气。这片枯寂的宇宙不稳定，几乎崩坏，被夺走的精气沸腾，化成一道青灰逆转而回。没用的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千手神魔森寒千手齐动，上千道无光打入枯寂的宇宙中。他在炼化这片枯寂的小宇宙，想要将老疯子化成本源精气，彻底吞掉，成为星域的一部分。四象皆灭，这四个字如有亿万军众，压得远处众人心头沉重的要毁灭。人族圣人若是不敌，将是一场浩劫，大地上会尸骨上亿。突然，老疯子挥动拳头，动作很慢，但是却可怕的让人元神欲裂，这诸天万界都要被打得沉坠了。这是什么？千手神魔大惊，他所演化的枯寂小宇宙开始皲裂，根本困不住当中那个疯狂的少年。老疯子没有任何言语，一举一动都是在崩毁小宇宙，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。这是六道轮回拳。千手神魔大吃一惊，极度的震撼，认出了这种传说已久但却几乎没有人可以练成的无上拳法。老疯子每次挥拳都是有一种天崩地裂的力量，这片枯寂的宇宙终于开始大裂，被他以双拳生生地打开了。咔嚓一声，数不尽的大裂缝出现，这片宇宙将要解体，发出了可怕的声响，要开始崩毁。真是六道轮回拳。千手神魔惊悍无比，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人族如此的可怕，连这种拳法都能练成。老疯子浓密黑发乱舞，一拳比一拳沉重，打得这片枯寂的小宇宙不断崩裂，终于是发生了大崩塌，一切都不复存在了，所有星光寂灭，一息间归于虚无，什么都被打得消失了。这是绝对的力量，破除一切阻挡。老疯子一步迈了出来，杀向了千手神魔，一拳落下，砸开了上千条手臂，打得太古的大圣大口咳血。千手碎魂诀，作为一尊大圣，手段逆天，即便被这种强大的力量所压，也临危不惧，展现出了不世奇功。千只手出没混沌中，发出逆天般的攻击力，射出数不清的无光，打向老疯子。老疯子身体被洞穿多处，血流如注，这是远古圣人的血，一滴就可以毙掉一位教主，而今却一下子流了这么多，甚至有的伤口很可怕，穿透身体，前后透亮，白色的骨头茬子都露了出来。但是老疯子连哼都未哼一声，六道轮回拳一往无前，有我无敌，大开大合，直奔敌手。这一拳打在千手神魔的左肩头上，足足震碎了三百余条手臂，黑色的血液喷涌。第二拳依然是中正大气，所向披靡，将这位大圣的左半边身子打烂，五百手臂全都成为了血泥。太古大圣是嗷嗷怒吼，
自出世以来，他几乎没有被人这样重创过。他大喊着杀，那如乌金一样的身体千万道神芒射出，张口吞吐天地，炼化本源，要将老疯子吞下去。对此，神情无比冷酷的少年依然是挥动无坚不摧的拳头，摧毁一切阻挡，鲜血飞溅，少年老疯子将千手神魔的颌骨打得粉碎，烂掉了下来，鲜血狂涌。